对啊，这里还有这么多只，绝对不可能只有四千只。哦，下午给你带了衣服，你俩穿吧。哦，但是我一定要带上我那个自己的手机。我都带了。哦，我跟他说，我跟他们说有事儿给我发个微信，不要给我发邮件。这边有一条路是只能走步行，不能开车的，嗯，所以如果走这条路就会近很多。穿过森林了吗？可能是的，我看一下地图。对，应该在这儿穿过森林，往上走一点穿过森林。
一段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里修不了公路了。掉包里。等下再带，我想看一下原来的颜色是什么样子。还有 tourism education。去欧洲买套房便宜多了，而且景色一样的漂亮。像你飞欧洲一次也要这个价钱，也要这个时间。然后新西兰要是物价很便宜的话，还平时还可以租去当民宿。当民宿是可以。就是很多人买在山上嘛，然后有那个湖景的那个 view， 然后就一整套整租出去。特别的紧俏。你看，前面就是 KFC， 到了吧？哦。你想试试别的吗？还是就是 KFC 算了？几点了？一点差十分。这时间其实也够吃个什么其他的。我肯定不想吃 KFC， 你想吃啊？那我吃啥？这附近还有什么？就是靠肉眼找的，是吧？做功课是吧？那边有，那往那边走。就是往咱们集合那个地方走。不，往另外一个方向走。但是也不远，就走一点就到。应该就是他们的 Town Center 这个十字路口吧。这条街感觉有什么东西？去看看。
这个其实有点难接。你要现烤吗？啥意思？马来族？哎，这边好多马来西亚的，可能有很多当地人吧。上帝不服啊，没这边的 ice cream 像演员那么可爱，这有买 GoPro 的各种配置，所以 GoPro 的消耗量应该挺大的。中华料理。Very cool sign. 这是什么 ？Surreal lunch. 他把 skinner 拉了过来。Irish. 嗯。应该是泰国菜吧。哦，来得及吗？还有半个小时。差不多吧，得快一些。泰国菜反而快。那我们吃这个。吃这个吧。可以。啊，还有个舒服笔啊，还有个舒服笔。哦，不是不是，看错了，你买房子，你现在房子多少钱？哎，好呀好呀，看不清，没写下。四马路吗？往前。我飞机跟远，你到了。那我去那儿开了。去哪儿？面包呢？哎，就是那个 burger。这么多人啊！
这家还是这家？那 bakery 还是这家？那家。这家。Frank Burger。这是同一家，这是同一家。过马路，过马路。考虑买一个。1000多美金，这样就是6000多人民币，那一个月就是。你看到的是美金还是金币？哦，应该是金币。哦，那应该乘以5是吧？嗯。那就是5000多。这应该是什么？而且那样吧，这都比挺一般的。Okay, guys.